选择球远射，是守门员容易脱手，这种天气啊比较湿滑。心里的博弈，看一下，主罚主罚打球进了，非常稳。九辉将球挑到前场，但是高空球争顶之后，球权还在越战新的时刻又来了。哦，打完了。对，如果现在他能拿到啊，但是他什么速度？